因禁足火王之破晓之战而在网络上消失许久的景甜，终于在近日冒泡了。据悉，电视剧《火王》已于6月8日在银川开机，景甜作为该剧女主角，也因此进入了繁忙的拍摄期，以至于多日音讯全无，还被粉丝定义为失踪人口。千呼万唤出来，终于景甜于昨日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，照片中甜甜在火王中的扮相依稀可见。照片中的景甜素着披肩长发，穿着白色古装，躲在一簇红色枫叶丛中，嫣然一笑，尽显娇俏温柔。照片一发出，便引来无数思甜的网友们赶来表白。任性消失这么久，可甜甜这么美，我除了宠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已被美晕，实在太期待这部剧了。而甜甜也开启了翻牌模式，和网友们调侃了起来，也让评论区瞬间沸腾。虽然消失这么久，却和网友们聊天来安慰，甜甜小姐姐也是热闹暖心呢。